佛法修学概要，诸位法师慈悲，陈会长慈悲，诸位学员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请大家打开讲义第84页，我们看丁巳圆觉圣。我们佛教的修学啊，相对于其他的宗教来说，算是比较多元化。一般来说，我们有84000个法门。那么在这么多法门当中呢，我们可以把它归纳成5大类，就是我们说的5正的修学法门。那么这当中呢，我们可以根据它的修学的重点，分成3大重点，就是你整个一生当中，你的整个从一个颠倒凡夫到临终的正路，就要一生当中你必须做3件事情。第一个就是处理业力的问题。我们在3界当中的流转，我们会因为意念的颠倒，受到外境的刺激，我们做了很多杀盗淫妄的罪业。那么当然这些罪业，有些罪业已经结果报了，没有了，但是有些罪业并没有得果报，它是处在一种沉淀的状态。但是不幸的是，我们今生有时候又是造作。那么今生的造作三界无量，它就会把过去的已经沉淀在深海当中的这些所谓的大种子，会把它给激发出来。这个就是要小心了。今生的业力在激发过去的业力，就形成一个强大的业力了。很多净土宗的学者会有一个平常的盲点，他完全不管业力，他说好啊，大愿往生呗，这句话会害死你。我们在大愿往生是有明确定义的，但是愿是带着业障，你不能太清醒。这个念头呢，就是这个业力毕竟是经过你自己的过去以后，它是一种，那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沉淀下来的业力，它不能是一种佛法很详细的一种事实的事实。我们过去因为一个佛陀造了杀盗淫妄的罪，这个可以理解，生死凡夫呢，你对这佛法，你心中没有大的支持，你当然是不能感觉佛法。所以你在学佛之前所犯的罪业是可以理解的，但是你明白道理以后，你又产生一种背弃的欲望，那么这种欲望不断的辗转增盛，你就要小心了。业力最可怕的就是烁烁烁行，生生发扬。你运动的时候，你是扛不住这么重大业力的刺激的，你扛不住的。所以我们在往生前，如果你有自己临终往生的话，你一定要在生命还在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至少要有1次的、2次的、3次的专心，好好的处理你的业力的问题。如果你现在还来得及，你身体很健康，精神很在。我必须提醒大家，就是业力你不处理，它不会自己消失掉。这第一，业果不失。你房间里面有一堆垃圾，你不少消除它，它不会自己消失掉。你这是念佛，你是把压如实压场。
人家是这样的人，那是对峙。所以你现在只是用童话去压他，你一说你不听他就了。好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他会真诚反叛。因为你不善良，就意味着你不想改变。你不善良，就意味着你内心的损失。因为你没有错过，表示你内心没有反转，你还是随顺这个妄想在谈，所以你很可能找第二次去反思，所以你不断去激发这个业力。所以当你运动的时候，你根本连提起善念的机会都没有。运动的时候，你看业力这个人，没有听过陈医生直接到他的感觉，直接。净土中，我们必须要身体在。一同我没有现成之前，你一定要让你的身心保持风平浪静。我们一离开的时候，不仅是负担过重，是内忧外患。即便你还是个病人，你已经感受了，你会失去你一生当中熟悉的人跟环境，你会面对一个不知道的未来，你的心中已经是压力大了。所以你没有必要再用这么大的一个事情。所以我们往生的人一定要为自己创造一个风平浪静的环境，你可以有助于自己正念，这是你要注意的。诸法因缘生，临终的环境是你自己要去规划、要去布局的，它不会自然出现。我们做过不断的忏悔，把不断的实践，慢慢的，我们把重大的罪业一次一次慢慢的，对空性体将心善，心若灭时罪业亡，慢慢把它除掉算了。你不需要把它完全忏干净，但实际上你必须把它忏成不正转业，这是往生的根本。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不允许有更大的业力来阻挡你，除了往生的力量之外，所有的杀大恶的罪业，你都必须要把它除掉，让它变成一种没有得果报的力量的不正常业。这是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，我们临终做好准备，为临终的灾难，为临终的病人。清除干净，扫除临终一切障碍，这是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。那么这个人间善，当然你可能经过三年五年的时间，你必须要扫除你生命中的业，重大的业。那么这个你应该还可以再提升到第二个阶段，就是你要处理你的颠倒妄想、妄想问题。业力这一块还比较好处，因为它是一个动态的学习。那你处理妄想，你的问题就更复杂，因为妄想的形象比较回事，而且我们通常是习惯跟妄想打成一片，我们平常是心学妄想，我们给我们的认知是相当高的。很少人会自我反省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没法进步。我们很容易看到别人的缺点，但是我们不容易看到自己的问题，所以我们就跟着妄想走。那等到你这个在上个角度，从人间正提升到生灵圆觉的时候，你开始要内观，你开始变成一个从好人变成到鬼的时候，你记住一句话：什么叫大人？就是你只要没有对错的概念。如果你现在的生活、日常生活当中，你还活在一种对立的思考，哦，这个是你对，这是他错，你就很难脱妄想。所有的生命的因缘，就是一切业障海，皆有妄想生。所以，这种
身为人权圣人，他已经从一种向外的观察转成一种向内的观察，或者说向内的态度。所有事情，一个事情，你只有一句话告诉我自己，这都是我的盲从分别。事情要好坏，你就防止你自己不要。因为这个一人生一人命，谁对谁错，谁不清楚。人生错综复杂，因缘果报，纠缠不清。你可能有今生对，但是你前生是错的，你必须为前生负责。所以，谁对谁错，把今生跟前生交起来，就说不清楚。说不清楚，你就不管了。你好好的调整自己就好。在大的阶段。人权圣人圣人人权圣的时候，开始提升从这样一个状态，这种的一个层次提升到一种向内观察，开始思维苦地调整开始。人的幻想有两大类，在那边把妄想分成表层妄想跟深部妄想。一种幻想是不超级对视的。你比方于你早上起来喝杯咖啡，吃个面包，挂个报纸去上班，这种柴米油盐啊，这种日常生活的妄想，它呢会比较好，会比较好。但是有些妄想已经形成一种强烈的习性，这个比较重要，就是经常提某个妄想，某个活动的时候是非常激动。还有你做什么，你一定要做什么。那么，有一个原来的妄想在你的生命当中已经掌握了你的主动权，就是说，这个妄想起现行的时候，你几乎是控制不了你自己，你控制不了，它控制不了。这个妄想比较小心，它就不是变成妄想。所以我们在念佛的时候，有些妄想是。你只管念佛就可以冲破。比方说，表层妄想，然后你忘了买什么东西，忘了买什么东西，忘了哦，这个人做了一个怎样的好人，这种表层妄想你念佛就可以了。但是有的妄想不是这样子，来势汹汹，你试试看，念佛还能对付他，你不杀的对手，因为他无始劫来的生命当中。是色受现行，你都无常对，见识功德生生好。你已经把他当主人翁了，他要干什么，你都得听他的话。他要你去从这个地方开车开几公里、几万、几万什么开始，你一定要去，事情你都得去。你为了满足你的妄想，你就不去干他。这个妄想你要小心，要小心。这层一定是一种安全形成的坚固妄想，临终的时候，它一定会破坏你的妄想。如果你不对视它，你是妄想的祸根。我们从一种得无助业提升到得无妄想，这是第二块，就是处理业力到处理颠倒妄想，不是处理三无妄想。我说一次。你要处理那个带有坚固执着的妄想，你设定这些妄想，就永远对自己的不利。有些人的观点是不管事，有些人的反观点不管理想，有些人的观点是跑到他的方式，跑到各式各样。你最好在临终之前安排满点操作。你如果有盲点，你绝对不会得到的。光是有业力，不足以得到的。一定要有爱己的滋润。因为从此临终的时候没有爱己的水的滋润，它是不可得的。除非你是法身道系车，法身道系正念在的。只要你是正常的流转的人，我保证你的心中会有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。或多或少一定要改变。你最好务实的面对你自己，把盲点找出来，
好好的跟你沟通。没有，口对思想跟你的内心沟通，你跟你内心说对你是没有好处的，是有正常的。对的，这个外向是没有真实性的，就是人生人面有外境有，法则有，外境有，离开了外境，但是没有自己。它不是你的本来面目，你不用在乎它。但是是人生人面的一个假象，假名、假象、假用。所以我们必须用佛法的大义，坐下来跟你的内心的世界沟通，就是这么妄想，它是不净土无常无我。先让你自己明白道理，然后你用这个四个智慧，不断的去超出妄想，慢慢慢慢的，妄想的心就薄弱了，因为妄想它经不起智慧的观察。妄想的活动，它最喜欢的是感情认识。所以妄想的活动，它的身体是有空间的。你越是感情化的人，他妄想就生长的越深。你越理智的去管他，他就会把它生长。智慧的光明跟妄想的黑暗是不能同时存在的。有光明，它就不可能黑暗。所以我们从一个愿力的修学而提升到一种妄想的修学，这块你很重要，思维果地跳不来的，这两个都非常的重要。所以我们今天开始会慢慢的提到菩萨圣，菩萨圣呢就从妄想提升到正，正念正。原来本来清净，本来具足，前面的人正天正声闻缘觉都是从菩萨达到本空，大家认为大家具有大圣菩萨的思想，自身本有诚心的肯定，就是我是未曾之佛，诸佛是以前之佛，即彼无边。我们透过人天正。生闻缘觉圣的时候，我们对自己是完全否定的，对自己的没有信心，这个也不对，那个不对。但是你到了大圣佛法的时候，佛法它是肯定，因为你的本性是清净的，你只是一时的佛土。就我们开始慢慢的把心带一个，安住真如，不求妄想。那么这个修学是不是这样子的？如果你是初学者，在学习的质地。我们是从外而学到内，先学业力这一块，再学外想这一块，再学真如这一块，学习是这样学习。但是你实际操作，搞下从内而外，先关注真如，站在本来没有外想的角度来看，一定是外想；站在本来没有外想的角度来看，一定是外想。所以，修行的操作呢？是先从菩萨圣的思想，然后再比位声闻圣的对峙跟天天圣的差别，这就要注意了。我们后面再看啊。就是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，是从出外面的表层的部分，一直有个搞内部的修行啊，业力外长真如。但是你实际做的时候呢，是安住真如，然后呢调伏爱取。无法忏悔，最后改过自新。说起是有内有外啊，这个地方你把整个佛法的整个大结构建立起来啊，那么这些细节就清楚了。说起要怎么打开啊，整个大实地啊，你整个细节你就在操作上就很清楚啊。好，我们看讲义。那么我们现在讲到这个调伏爱取。就是他说一起是有两个方法，但这两个方法有相同的地方，也有不同的地方。那么包括一起我们前面讲到四念处啊，就是这个四圣地里面的四念处啊。那么圆觉圣呢，大概调伏爱起啊，跟四念处有点一样，但是它的方法呢更简单不一样。一般来说，声闻圣是属于动根源的说法，
那原则性是指一定的原则啊。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原则性，我们先来做一个啊。为民因国法，为人生理，正辟之佛国者，此有二种：一者原则，夫有佛事，以十二因缘法悟道者；二者独觉，夫无佛事，以数世善根利故，观飞花落日之因缘悟道者。好，我们看看什么是缘觉性呢？这个缘觉是什么呢？有了觉悟的因缘法，那么在凡事的生活当中呢，他看到因缘生因缘灭啊，这个事情出现了，没有多久，这个事消失，这个人来了，没有多久，这个人往生了。那么在整个人事的因缘的变化当中呢，他悟到了无生的道理，原来人生就没有一个真实不变的东西，叫做无生啊，就是我空的真理。那么第二次呢，他就住着的第四佛果。不过我们要简单说明一下，阿弥陀佛它是有四地的，它是有分果的，啊，诸佛果、三果、四果，四个四地。圆觉性没有分果，你变啊是个凡夫，那么你就是圆觉，它中间没有报身，它是直接照到圆觉，但是它圆觉性的果位比阿罗汉高一点。是会更高，这个到我们这个正在说明。那么这个圆觉证呢是观因缘法，那么因缘法观上的两个方法，第一个是圆觉，它是根据佛事的时候啊，佛陀开导十二因缘法而悟道的，啊，这个是佛陀开示的道理的悟道因缘，这是第一个，从法上的体验；第二个从日常生活的体验，这个人就会大菩提。他不必靠三宝的加持，他出生到没有佛法住世的地方，那术士的那智慧的光照力特别强，他不凭什么非法没有眼睛的悟道，这种人应该在喜马拉雅山才有。他出了什么地方啊？先学声闻色的人必定有禅定，你看很多人他是悟性高。他只要到一界定、二道界定，他就证了阿罗汉果。但是他没禅定，他就没有神通了。阿罗汉变神通了，你问他什么事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但是他也是证得无生。但是圆觉证一定有神通，也一定有禅定。圆觉的人，他要从日常生活悟道，他没有禅定是做不到的。那么这些人是怎么悟道呢？他也没有看佛经，也没有说多教化，他就是春光百花开，秋睹黄叶落。春天看到百花开的，春暖花开；秋天的时候产生肃杀之气，百花凋落，他就知道原来生命是动态的，是没有一个真实不变的体现的，所以就看到空性，是这样子。他只要从日常生活的经验，他就会证得到空性。这种人根性特别长，而且长度也比较深。那么我们简单的把圆觉讲出来，我们看到圆觉是两个众生，一个是圆觉，一个是独觉。但我们今天介绍呢，偏重在圆觉这一块，就是秉持佛陀的十二因缘的悟道。我们从这个地方说，因为非发落日，这个是可遇不可求，是每一个人有这个根基的。那么我们来看看佛陀讲十二因缘呢，是怎么能够让一个人悟道呢？我们简单的把十二因缘的这个整个面体解释一下。我们来先看看这个十二因缘哈，有哪些？那么十二因缘它牵涉到的是这个生命，第一个你过去的生命，你的前生；第二个你的今生；第三个你的来生，它不生命。一年变成三个，一年现在的一年和未来的一年。那么过去的一年有会业、烦恼跟业力，有高感今生的果报，这是一种因果，就是过去的因高感今生的果，这是一种因果。那么你面对这个果报的时候，你要定一个新的方法，那么对你来说，你要推动你的业力，
对不对？江品南山的果报，这个是一种因果，就是君山的因要超过南山的果，我说这个十二年的过程的三四两重因果，三四两重因果，就是在三个生命当中形成的两种的因果的轮回，就过去的因发展今生的果，你今生的因要超过南山的果，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。我们先看看我们过去是怎么来的，你从什么地方来？我们今生呢有两个因缘，那我们来看先看第一个无名，我们先把这个无名为过去长老之产生，几级是师无爱为性，由此无名妄动，众生轮转世间，故为生死之本。那么这是一切的无名的根本啊，什么是无名呢？就是烦恼。它的本质是愚痴，就是心中的一种迷惑暗顿，就是因为你不是没有智慧嘛，所以你不知道跟着感觉走嘛。那么这个感觉的刺激啊，就产生了无明妄动，使令我们在三界流转，不能生死的根本。在楞严经啊，有一位尊者，他就是问佛陀说。因为人家说我们本来面目是本来清净，你怎么是一个境界怎么会导向我们现在变成越凡凡夫呢？这怎么回事？这怎么弄的呢？我就说这是有那种无明妄动，这个无明妄动你多了解得很深。我还是说呢，无明无始的无明妄动就是你圣贤的妄动，你现在还是在操作，这个帮助我们解释一下。这个大师他开悟以后，他在一年就混了十六年，因为他运没有成熟。大师就说：“你现在不能过来讲话，你跟众生运的运没有成熟。”十六年不发现差不多了，他就参禅算了。后来他第一个是禅定。那么这个我在禅定的时候呢，有几个下面有几个听众在。听的时候突然间吹了一阵风，突然知道讲经的法师他都有过那个宽厚的船，那么风吹的时候呢，风起翻倒，两个人就撑死了。说因为有风啊，翻才动的。另外一个说对，因为翻倒就带动风，两个说到底是风动还是翻动？吵起来了。那个大师说不是风动，不是翻动，是忍者心动。这个是禅宗很有名的东岸，那么他就是把这句话给这个禅宗的法师听到，这个人不是一般人，就请他深入，然后为他剧毒，然后请他接禅宗的主持，他是如此崇拜这主持的。那么不是风动，不是翻动，是忍者心动，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我们先不谈谈我们现在的内心世界，因为我们现在内心世界就是搞得乱七八糟的。我们先谈谈我们原来的世界。其实我们本来的世貌是平等的，平等的，一真八净。但是突然间呢，我们产生一定的攀比心，我们认为。就像你们带着是一样的人，那个一个，我就是一个出去。我们说到，我们认为，我们突然就想一个想法说，我应该上那个攀岩才对。结果这个想法起来的时候，就一个妄动，一个妄动以后，这个世界就产生了对立，我上人上的对立。本来这个世界就是没有存在的。那样就是刚刚讲，你说这个东西它会比较好喝。那是你自己的，你自己想出来的。身为一个咖啡，它表现出它的假名假象的作用，它的这个作用。所以我们经常在看事情的时候，太多的关注，就把世界分割成对立。有对立就有斗争取舍，这个就作用。这个人世间为什么会这么复杂？就是我们是妄动，就是
本来是无一物，我们自己就有尘埃，所以你要看完《楞严经》，你会知道，凡夫的生死轮回有转，是我们自己找的，自己找的，自找麻烦。在一个轮回当中，我们自己要把它切割出，这个是我喜欢的，这个是我不喜欢的，我产生一念妄动，会产生对立的，对立以后，你就设置你的贪爱跟对立，喜欢的贪，不喜欢的就断，就产生了你的烦恼跟对立。所以这个是整个生死轮回的根本。从这个地方来看，你的念头跟着业力来的，你都可以想象你的十二业力都是够强，你的生死业力够强。要注意的话，这个是整个生命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开关啊，就是自我意识啊，一个对立的系统。当然，有自我意识的身体产生对立，也不能够破除轮回，还必须有下一个，就是对立的形成，我们叫行。行是造作力，即过去之无明烦恼，发动生与意生意而造成产福，不动诸业，名之为行之行。那么，当我们产生自我意识以后，我们会产生我上人上的对立啊，那么会造成爱憎取舍啦，就推动了生活欲开始造很多很多的善业恶业啊。那么在这个当中呢，由于过去的无明烦恼而造的三业啊，有这个罪业、福业跟不动业，不动业就是禅定，名称为行。那么当你自我意识跟业力结合的时候，它会产生什么问题？它会产生增长业。如果只有自我意识没有业力，它就投胎。只有意识没有自我意识，它也会投胎。就是你用我来代替，你这个业力就会薄弱。你看阿罗汉他为什么他的业力不能被保？难道阿罗汉的人他的业力是很干净吗？问题也大。因为他和平被破坏了，他没有自我意识，他业力没有一个长期的就控制，内心养不美德，那个业力更不破坏。你没有我做提升了，王公福无比了，那没有自我意识在推动，他这个业力没有主宰者，这个业力更破坏。但是这个一个人，他只是从无名断掉。也就是说呢，业力不一定会构成障碍，但是如果这个业力跟你的生命中的执着相应的时候，这个业力就变成增长业了。如果你一天当中有些业力是觉得非常不可的，你就要小心，因为它是形成一种增长业。业力最大相似滴水成就是这个滴，那个滴水啊，成河啊，积沙成山啊。就是说，业力你如果是我有前世一时糊涂，再往以后感受你的天智不就成了？这个业力问题不大。你个人的，你创了以后，善人则清净，善人则安乐。你后面只要没有搞错，这个业力绝对不会在那里往生，除非你后面有搞错。但如果这个业力你每天在搞错，你就要注意了，它是一个长短的事情，这个心一定会从灵魂变出来。所以当这个实力已经形成一种强大的业力的时候，就是开始投胎的，我们再往下看，这个是过去的业力当中呢，一定在整个我们的内心的大海当中，一定有一个族群的业力是特别强大的，是我们不断的重复的啊。那么这个业力在前生的灵力中的时候，不是突然。那么如果你今生 ，OK， 我告诉你，你前生的善业要再做。
你觉得认为自己不表示你不比别人，不表示你不比别人差，你只是运气好。你本来当然因为你够长远嘛，但是你天生的每一个专业知识是无所谓。可各位，你今天玩的快乐，你可能说哦，我爱我是个商业比你强，不必哦。所以天生的商业当然了，不然是你怎么回事？他根本说出来。从文字的角度，我们内心当中的无论我们是商业，也无论我们是专业，就是在说多。当然，你在聆听中的时候看运气，那是超越它，带动了商业；你是恶运，就带动了恶运。总而言之，你今生的苦乐跟你前生一命中的时候那个业力的碰撞，到底谁跑出来，哪一个越出头了，就变成谁的命。你可能在平常不表示你前生的这种慈悲的业力、放生的业力表现出来。如果你今生福报很大，表示你过去生过去的业绩确实，就是各式各样的业的结合，就创造今天多元化的你。这个是多面的过去的自我意识跟业力的结合，在临终的出现，那么创造了今生的生命。我们来看看今生的生命是怎么形成的，都有一定的过程。我们先看第一个事，这个事是一个名人最维系的心事。我们请他讲那一段。事而出入开始，即由过去或日动力，使感意熟报体出感的事。欲言脱胎，已无比完成现实之生命体。那么这个事呢，就是头进入母胎，就是我们一念的心事啊。临终的时候，由于业力的推动，我们看到父母亲的一种交多的因缘，然后就带了一个恩爱行行，就得到了。那么得到的是谁得到呢？就是一念阿含识。这个阿含识啊，叫做意识，业力跟这个妄想的结合。如果因缘多胎，你要遇到父母的因缘，他完成现实的生命。我们刚开始来投胎的时候，我们没有物质的世界，我们几乎所有全身的物质世界是完全要舍弃的，我们只有神是离开。现在现在的科学已经证明了，一个人死亡那一刹那，你的体重会减少一点点，你唯一的生命来讲，唯一的来讲，就是你的精神层次打开。但是你只要是物质的世界，完全留下来。那么你跑到那个城市里，他跑哪里去了呢？他跑到你下一个生命去了。因为他也是那个是业力极限型的，他产生一个主导的力量。如果是上业极限型，可以往好的方向跑，可能往更偏的地方跑。那么他这个真的极限型，他是往下坠。因为作业的力量是比较沉重的，它往上的跑升上去。当然还要靠父母的引领。那这边我们解释一下嘛，生命的开始是叫做事，这个事叫做意识，因为它是有意义的引导去做它。首先我们要知道，事不能创造，事是不能创造。我现在有很多种复制人，把它复制出来。我的试管因缘，其实所谓的透视羊，它是把那个精血的结合，它也是有一个神识去投胎的。所谓的试管因缘，它是把父亲母子混在一起，它也是那个世在，它这个世跟他父母亲有缘，他看到他的父亲母子，他自然就从业发现，他看到父母的交锋，他看到是父母交锋，他才往投胎，对不对？生命不能创造，这个要记住。生命只有延续，不能创造。如果我创造一个生命，不可能的事情。佛陀在《金刚经》上说，佛陀变现很多的人，这个人是这些人都是没有生命体的，他只是表现一个光，表现一个好事的。连佛陀的神通，都没办法创造一个生命体出来。
何况是科学，科学家只是创造一个环境让地面这个神是来投胎入世而已。神是不能创造，神是不能创造，啊，就是靠无形的心识所构成的一种强大的力的神识所来得到啊。当这个天台的时候，他进入了大神识的时候，当然这个时候啊，他只是一个父亲母子的状态，一个小胞胎，他没有形成一个人格形象啊。我们看看他是怎么成长的，我们看看名色。名色为胎象之完成，名是精神，色是物质，即处之有形之要素。胎象初成，六畜未连，故名互生名色。那么神是包括了这个父精母血的孕育啊，这个父精母血在母胎里面，它会受到母亲的一种养分的滋润，慢慢慢慢的成长，从一个神素的状态提升到灵色，这个灵就是一个精神的有灵有作用的一个精神状态。这个色呢，就是物质的事情，它是跟这个父精母血的结合，这个灵色。那么这个灵色呢，胎象出神六畜未连，它还要产生六根，所以它不能对外境产生感受。他不是跟感受，他不能对外，他是内受，不能外受。就这个时候呢，他又跟他父母亲的情绪对这个小孩子不能够接触，他不能够外界接触，他只能够跟自己内心的世界接触。那么他怎么样去感受世界呢？这不是非常说啊。如果这个人上月子岁的时候，恐怕特别大，他在母胎里面呢，这个怀胎前面几个月。这个小孩子是自己感觉到自己生在空气里面，里面很多的花园，阳光花香，在那享受太阳，享受阳光。他是自己看到自己在空间当中，啊，虽然他很母胎了，但是三月产。如果这个人是正月起岁时的话，他在母胎里面，他自己就看到自己在一个很黑暗的小房间里面。很潮湿，啊，下雨刮风下雨都不能够去啊保护它。它生长在一个很简陋的房间里面。这个是一个刚出生婴儿的，他自己的内心，因为这个时候他有六根，他还没有一口一舌生意，所以他不能跟他提出去，所以他只有内受，啊，完全个人本的愿意啊，在母胎当中体验发生。这个就叫做灵识。那么当然他在母亲当中会不断的长大，再看他成为六入，我们把六入为六根丸具位，一名毛发法毛爪齿位，位于胎中，由明色见识增广，因此诸根具足，故曰故名六入。六入，这个入呢就是六根啊，然后就慢慢眼睛长出来了，啊，有它有口是左根，有这个分别的，没这个分别，它耳朵也长出来了，它听到声音，有声音的，本来是一般的毛发、啊、爪齿，啊，这个人的形状都长出来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诸根具足了，诸根当然是六根，它有六入。那么这个，它从一个内受的一个名色啊。慢慢产生怪兽，他开始感受到外在的世界。那么这个时候感受是怎么来的呢？他透过母亲，所以这个时候的小孩叫做母子连心。母亲的想法，母亲的情绪影响小孩，小孩子的思想，小孩子的情绪也影响母亲，这个就是六入。他如果真的是他投胎的时候，当母亲把他杀死了，当母亲跟他弟弟辩论的时候，母亲辩输了。但是当他妈妈开始发生善意的争执的时候，不得了，他弟弟跟他辩论了，他妈妈这个才赢了。但是他妈妈把善意的争执撤出来以后，
所以你要怀疑说突然变聪明了，你都知道这个孩子挺可怕，是你变聪明了，是那个小孩子在抓住你，因为你们的神识是两个互相摄入的，你因为你是人心啊，你的眼睛是通的。也就是说，你看现在现代的教育呢，它开始是有道理，合乎时宜。你非常保持很轻松的愉快心情，听一些比较轻松的音乐，这是很强大的说法的秩序。你是觉得不信？这个小孩生出来没有对吧？因为你们两个是心相通的，就是对对，因为他确实已经能够跟通了，虽然他没有跟他们接触。可是呢，他是透过母亲的桥梁，都可以外面接触，他是透过母亲的桥梁。所以这个时候，母子是联系的，就懂得沟通。他在这个地方，他都还没有正式的接触外面的世界，只是在酝酿，受到他的孕育在酝酿。那么到三个，他开始跟外面接触了。好，我们先讲这个地方，所以是成功的。